who speaks English, Chinese, Mongolian, Russian, Polish, and German. But many languages. And she's also a translator and a writer. And last year, the first Kapuściński book ever to be published in the mainland was published with her translation of Travels with Herodotus. And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today about Kapuściński and this book.这个书是为什么觉得就是应该放在中国呢？中国人为什么要看？这个卡布什金斯基，但这个还是给你讲讲历史，就是卡布什金斯基是其实际上在中国一点都没有名气，他68年就开始出名，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这么多年可能也是完全从事波兰文的研究有关系，然后就不太知道，我是在一次给波兰使馆翻译的波兰文化的小册子里看见他的名字，然后上网一查。 铺天盖地的关于他的英文的波兰文的俄文的，然后呢就中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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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天盖地的关于他的英
Kapuściński 介绍了中国，因为他太伟大。为什么？他为什么伟大？我觉得他是个预言家，我觉得他是个先驱者。他尽管研究非洲问题，他对亚洲问题一直都没有断了他的研究。他写过《帝国》，写过这本书，都提到中国和印度。他伟大之处呢，我就觉得他是能预言到21世纪是亚洲国家的崛起。60年代、70年代，他就说，他说中国呢是亚洲的最大的国家之一，也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它的人口呢占了我们实际上当时是1/4，但这个国家应该重视它的发展。它除了有生活有文化底蕴以外，它可能还会有很大的发展。那么，你现在正在翻译《皇帝》的 Emperor 这本书是吧？嗯。这个我自己看的时候，我都觉得埃塞俄比亚是有的方面很像中国，也是以前有皇帝的一个国家。你觉得呢？对呀，跟中国有关系吗？我觉得埃塞俄比亚这个，比如你《皇帝》这本书，关于埃塞俄比亚海尔塞拉西皇帝这本书，它不光是作为中国曾经有皇帝的国家，可以从那里头找一些对号入座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就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官方的制度，都任何人性的东西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出来。就你自己有的时候都可以让自己所看的东西对号入座，所以我说它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我特别喜欢他这样的记者，我就觉得呢，他这样的记者，他没有给你过多的评论，他呢给你写的很自然，就是他通过跟皇帝的身边的侍卫啊，什么这那个佣人啊，所有人，他能找的都找到，就只要活着的，他就跟他们谈。他所叙述的看似很简单，他的书不能看得很快，不是那个飞机上、火车上看完就中国的那个书，他的书要慢慢看，要细细看，然后你能看出非常深的东西。他不光是从中国这个角度，他从全世界。我也告诉你一个经历，就是我在波兰克拉科夫翻这本书的时候，他们给我讲一个经验，我去翻这本书的时候，瑞典人、德国人、越南人，我们四个都是同时翻他一本书，但是都翻他一个作者的书，但是我们翻的是不同的书。我翻的是这本瑞典的翻译，就东波兰的翻译，他看了皇帝那本书，他才知道政治多肮脏，然后呢人性多丑陋。我现在才知道，他40多岁去，他说我一直以为我们的制度是最好的，然后我们西方的制度是不可挑剔的。他说我现在看这本书以后，我就亲眼见了很多人就是这种非常龌龊、非常猥琐。他说我自己亲眼见，我就弄在这本书里头套着。所以我当时觉得他这个非常伟大。你当然你是封建世界、封建国社会制度长时间长的这些国家，你能找出很多就是
谢谢你们啊，参照我们单位TV的节目。很高兴，我很希望看到你的节目。